杰，安平，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看啊。可能是刚塞车，空气不太好，我不太舒服吧。嗯，那你要不要顺便在这边挂个号，看一下医生呢？不用了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来，进来吧。不好意思啊，还让你特别跑这一趟。你走了以后啊，我才想起来应该让陈送你的。哎，坐啊，他送你啊，比较节省时间。我啊还真是后知后觉呢。是啊，人有时候是后知后觉的，但是总比不知不觉来的好吧。你看你才被何有强抓回去两天，说话就变得老气横秋的，看你这样我都不敢结婚了。不是不敢，除非你是相爱那个人，不然的话千万不要轻易答应那个人求婚。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这方面的困扰，因为啊没有人跟我求婚。怎么可能，你条件那么好，一定有很多人追你啊。可惜啊，在恋爱方面我有洁癖，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，所以我看我这辈子的真命天子应该是很难出现了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？我可以帮你介绍。我啊，算了，你呀还是先把你的问题给处理好，再来解决我的问题吧。妈，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所以你今天怎么样处罚我都没有意见，但是求求你，一定要阻止吧，让他网开一面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绝对有把握留住允杰的。妈，你救救我，将来我一定要好好回报你的。回报我？我过去就是太信任你了，才会不断在允杰面前帮你说好话。我没有想到你会做出对不起允杰的事情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再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了，所以才求你网开一面，高抬贵手嘛。我没有办法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只有你可以救我。你救救我，妈。丈母娘再好，也不能容许女婿跟别的女人不清不楚啊。妈。妈，你怎么不说允杰呢？他跟李晨了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你是在翻旧账吗？不管允杰跟李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们从来就没有瞒过你一件事情，我们至始至终是站在你这边的。可是你呢，从头到尾在欺骗我们。我曾经受过伤害，我能够知道允杰的感觉。你不用再说了，我不会再帮你说任何一句好话的。有钱了，你起来。妈，念在我妈跟你是好朋友的份上，你发发慈悲心。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？你再怎么劝我也没有用的，起来呀，有强！我不起来，你不答应我，我不会起来。我说的已经很明白了，你听不进去我也没有办法，你这个婚姻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的。你请回吧，妈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为你做了多少事？你摸摸良心说说看啊！你是在威胁我吗？不，我是等着看什么时候你的良心唤起你的良知。何有强，这一件事情归一件事情，我要是没有良心了，就不会把允杰嫁给你。你再怎么胡搅蛮缠，我真的要翻脸了。你凭什么翻脸啊？你问问你自己，我为你做了多少事情？盯着王总，一有什么事情向你打小报告，那些没水准的
偷听跟踪拍照我都做了，我拿过博士，这些不入流的事情为了讨好你，为了让母娘，我都做了，还要怎么样呢？今天你对手消失了，你的婚姻稳固了，你可以不要我了，可以把我踢开了。告诉你，我和允杰的事，你听到没有？你听到没有？你放开我妈！裴有强，你想用这种卑鄙的手段逼我就范，没用的。我最后问一次，我们之间的事，你到底怎么说？我已经错过一次，我不可能再错第二次。你真的见死不救？裴有强，我们的事情你自己解决，不要牵扯到无辜的第三者。算你聪明，否则我也不知道谁会是第二个周安。打电话，不要让我等太久。雨洁，你千万要小心啊！这何有强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妈，你放心好了，他不敢对我怎么样。去看一下小汉吧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想要出国玩几天啊。你骗谁？这么大个行李你要搬去哪里？干什么嘛，凶什么啦？我以前不是没有离开过家，为什么现在就不能搬出去？不许去。哎，我的事不用你管哦。好，你去啊，反正我会找何有强算个清楚。关何有强什么事？我又不是要搬去他家住。佳佳，我劝过你多少次了，何有强不适合你，那怎么样你才听得进去呢？我又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事，我只是去看看他，去关心他，这样有什么不对吗？好，我知道你会搬，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留那种肉麻兮兮的纸条给何有强？上面的字又代表什么意义呢？你在调查我？你不要转移话题，你告诉我为什么。是王雨杰告诉你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她就要被她老公抛弃了，她嫉妒我，还要利用你阻止我抢走她老公。李佳佳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你是不是被何以翔洗脑洗到走火入魔了？那是事实。王雨杰已经自己承认她的婚姻失败了，但是何以翔不会放弃王雨杰的。不，那只是他一时气愤说出来的。想让王雨杰痛痛快地离开。他在说谎，他在找借口让自己的行为合理化，他是在骗你的。不，他没有骗我，我可以从王霆锋一家人的反应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只要等我住进了王家。你要住进王家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跟你说那么多你也搞不清楚的。总之我可以跟你保证，我不会伤害任何人，我不会做坏事，我求你帮我一马好不好？好，你不说我就不问，我也不会拦着你。反正等我到王家找你的时候，答案自然就揭晓。
是毒蛇猛兽啊？还是不欢迎我这边白吃白住，故意摆脸色给我看？佳佳，他敏感了，是吗？那你们平常吃饭都是这样子喽？太多了，我光用想就可以想出这种画面吗？你们不照镜子看看你们那什么嘴脸，好像我欠你们钱不还似的。你也太难伺候了吧。妈，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你不甘心我住进来。如果我妈还在世上的话，我就不用受这种委屈了。为什么要看你的脸色？不吃了。不吃就不吃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那妈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？他不过是个孩子嘛。我是招谁惹谁了？就像这种扫把星，动不动就给我气受。妈，不要生气，他不会在这住太久。佳佳，虽然你说你不爱这位的小孩，但是我知道原因不止如此。你不需要对我有敌意，我不会害你强和有强的。可是你的身份所带给你的光环，会使得任何男人都舍不得把你放弃的。那是你偏激的想法。婚姻需要爱来维持，没有爱，什么都是空的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对何有强还有没有爱？我从来没有爱过他，无所谓有没有。你以前也是这样跟我说的，结果呢？你最后还不是嫁给了他？就像现在，你口口声声跟我说你会跟他离婚，谁知道会不会一转眼，你们又和好如初，不离婚了？你要我怎么相信？从前的事情我跟你解释不清楚，但是现在我会做给你看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好，我会拭目以待，我看你怎么做。佳佳，何强并不适合你，你跟他在一起会很痛苦，我劝你好好的想清楚到底值不值得。怎么样，你露出马脚了吧？你对何有强还是有感情的，你不要想骗我，人家说一夜夫妻百日恩。我根本不是什么夫妻，我们只是不说尾巴。佳佳，你还年轻，你不要把大好前途寄托在这样的男人手上。你胡说，你不要回报有强。看在你哥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，我也不想再提到何有强，我言尽于此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对不起，我现在不在家，有事请留话。有强，我是爸爸，你跟允杰的事我都知道了，你尽快给我办妥离婚，即刻给我飞来 LA， 否则等我跟你妈过去事情就很难看。每个人在逼我，逼我离婚。我没有做错事，我为什么要离婚？我不会离婚。这辈子
都不会留，知道吗？对不起，我现在不在家，有事请留话。喂，有强，我是佳佳。明天中午我们老地方见，你可不要忘了，我等你。等我怀了你的孩子的时候，还会有谁说你是不爱我的呢？你们才是全天下最登对的一对。已经等不及了，我想今天我们就把话说清楚。好，在哪碰面？到底要带我去哪？我们有好多话要说，总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。喂，王永杰呢？跟何有强出去了。他们什么时候约好的？讲道理，就他们去哪儿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想什么办法？来，我们来玩玩具啊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打话找他，不要漏过任何一个他们可能约会的地点。这允杰对有强已经死心了，他们就算在一起，也是谈分手或者谈离婚呢。谈分手谈离婚，在家里谈就好，干嘛神秘兮兮跑外面去？
我告诉你，你少给我装疯卖傻，现在就给我打话找他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小孩，哎，小孩啊，乖，起来啊，姐姐带你出去玩啊。不可以的，不可以。那你打话找他，去给我打话。我打，我帮你打好不好？做一对有名有实的夫妻，好不好？我跟你来是谈离婚的，不是谈什么再续前缘。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不，我对我们之间有希望。只要离开这里，离开那些讨厌的人，我相信我们可以好好的在一起。你也是说过的，对不对？你是气话，是为了赌一口气才说的。说的对与不对，已经不是由你一个人决定了。你说过的，你会努力的爱我。这些年，你努力的还不够。而且，我给你机会，我错了吗？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平衡你心里不平衡？做我的老婆，云姐，知道吗？我这辈子最爱的就是你。下辈子我也不会了。我没有什么好处，我要回家了。云杰，为什么我说的话你永远不把他当一回事？你把我当什么？你把我当什么？是什么你自己去想，你不要浪费时间。我说什么你也听不懂。我做不到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我告诉你，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生不能在一起，死在一起我也甘愿。总之，我绝不能让你跟李承恩再在一起了。你放开我！